像这么大的噪音，哇天哪，他这个出水孔比我的手指都粗啊，他一天不得排一吨水啊，嘿嘿，看变色了，像这种章鱼它是随着石头的颜色改变，来吧，哇嘿，好大的劲啊，哎呦，哇天哪，哎呀，哇天哪，这个得3-4斤吧，这一个出来吧，洗在手上太爽了，跟那个做那个桑拿一样，这个春王我撒了将近半斤盐了，它就是不出来，再来一下，这边都冒个大坑了，我把它挖出来了，我是我也等着急了，来约这样应该能出来，哎你还过来、哎、变好了，哎呀出来出来，嘿在这里，哇真大哦，撒了半斤盐都没出来，真是不给面子，这应该是天冷了，春王都不爱动弹了，露点鼻子给你看一下就不错了，带着吧，这家伙该说不说呢，卧沙逢牛卧的是挺厉害，估计也是拜过师了，我天哪，这应该是那种湖头，我们这边养海参用的，光剩玻璃碴了，都是被浪打碎的，这个也是啊，这个应该撑到暗器了，再给它露露小劲儿，弄不好扎脚那是一定的了，应该是另一半，我今天能不能把那一个葫芦找齐啊，也收着吧，我又要拆家了。